撤退！同时摧毁那些大门，这样莫德摩斯就得同时保护所有的瘟疫之徒。你想打架吗？走啊！我们要守住这里，直到其他人准备好最终突袭。目标判明。护盾挡住了我们的攻击，摧毁收集器，护盾就会失效。准备行动。撤退！目标判明。缺乏意志力，我看你再见，撤退。
退！是啊，把手都杀了。撤退！要来风暴之力，攻击我的目标！别让他们靠近！接受圣光不妙。我找到了一个胜利的新方法。了不起！攻击我的目标！手无寸铁！赶紧进食！啊，感觉真好！冲着我来！撤退！会战利品还要好，撤退。守住战线，目标叛明，冲着我来！撤退！
掐得真准。撤退！攻击我的目标！马上收！撤退！攻击我的目标！我缺乏意志力，攻击我的目标。冲着我来！正可和平已经被占据。再见。
圣光不妙，我会以牙还牙。大会战利品还要好，冲着我来，出战线。撤退！你的心绪比自由还是真？这些小岛都是浓缩的魔镜能量，我要让莫德摩斯之口吸收所有魔镜能量，散开！我要让他夺走这些小岛。谁敢违抗我不朽的意志？我来，撤退。
这些花朵在干扰魔镜能量，消灭它们。撤退！接受圣光，朋友。莫德摩斯之口要把平台撕裂了。第一小组集中火力进攻莫德摩斯之口，击毁他的士气。这样，你的二小友才能从上面机械毁的直升机里抢回迫击炮弹，顺流直上，开始进攻。你们其余人清除那些莫德摩腾狙击手。起身，把那生物击晕，这样你们的盟友才能从上面进行轰炸。漩涡里杀掉莫德摩腾首领，就能把那怪物赶出小岛。莫德摩腾指挥官必须死。
断违抗我不朽的意志。流动的花朵，求你了！通过我派遣，接受圣光。我欠你一份情。撤退！莫德摩斯之口要把平台撕裂了，记住，异族、国主那种不雅的生物基因，却要采集我的盟友才能从上面进行地区内的敌军。他要撕裂这座小岛，让他行动慢下来，广进头部。生物基因，这样你们的盟友才能从上面进行轰炸。慢的滋生物要把小岛给撕裂了，快消灭他们！
在那怪物的漩涡里杀掉莫德摩腾首领，就能把那怪物赶出小岛。垃圾之物败掉的机会了，受伤了，冲着我来，接受圣光不要。我只需要帮手。的滋生物，接受圣光，别让他们把平台撕裂。Thank you.
会记得的。承接使者们，将军为你打五而受苦。事情开始棘手了。别让那生物逃跑，在树上，快！美妙无比的财宝